我们现在到2.9K 了，终于快到了，很冷又很累，哇，山上超冷，真的很冷。是 Taylor 叫我们继续走下去，我们才可以看到大坝，才看得到，对，真的，好想哭哦。我们又离大坝更近了，但是体力一直在消耗，非常累。因为还想说不想来的，对，来了才觉得说一切都值得。真的，而且其实我们中间超级想放弃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前往大坝尖山，然后前面的大陆林道上面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四座白岳，对，第四座白岳，对我来说是蛮紧张的一条路线，因为会让我想到雪山。我真的已经尽力在往前走了。然后这次呢，是由加拿大的向导叫做 Taylor， 他带我们走完全程，他已经完成台湾的白岳了，非常厉害。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OK， 那我们要继续进行前面这个 17K 的林道咯。Let's go！ 大坝尖山位于新竹县尖石乡，海拔3492公尺，百岳排名28。因为山势磅礴且壮丽，所以有世纪奇峰之称。自古以来是泰雅族和赛夏族的圣山。这次大坝全峰的行程，我们走的是3天2夜的大众标准路线，来回总长将近60公里。从海拔2055公尺爬升至3391公尺，沿途可以拜访4座百岳，分别是大坝尖山、小坝尖山、伊哲山以及嘉利山。详细的路线资讯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接下来就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，前往台币500元背后那座世纪奇峰吧。来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旅游真台湾的 Patrick 和 Dana。嗨，这是你们的第几座百岳？第一座，上次走水漾也是，应该是我们走过最目前走过最长。嗯，那今天应该就要破纪录，要破纪录。对，而且你们的第一座就直接这样子超，没得选啊，都是渐进式，不是直接没有没有，直接跳，因为跳一次之后，可能之后就会放弃这条路，就从此不再爬山，再拍影片。这位是 Taylor， 是我们这一次的向导。大家好。你之前有来过大坝尖山吗？有有。这是第几次啊？这是第二次而已。哦，对。OK， 听说你已经完成台湾的百岳了。对对，2年前完成。超厉害！那这样一年要爬几座啊？哦，好几座，因为可是一个大众走，你就可能捡到5座哦左右，然后一年走1-2个，那就很多。嗯，对，爬几年就可以走。那基本上你已经是。半个台湾人的感觉了，我觉得啦，因为已经来了13年，然后中文又讲得这么好，又走过台湾这么多地方，感觉你比台湾人还要更认识台湾。山区的话，对，对啊，户外的话可能有，对啊。刚来的时候是以英文教学为主，嗯，然后现在还在教，还在教，又有兼带团爬山，哇，还有翻译。很多工作，斜杠哎，但是这样很开心，就是都在过生活很充实，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。对，赞赞赞！这位先生已经要睡着了，我们现在走到14K。最后，我们终于在下午2:07抵达了大陆林道的尾端17K 处，终结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路程。走完17公里的大陆林道，接着就会走到马达拉西登山口，
经过这个吊桥之后，就会开始进入大坝尖山最最最艰难的一段陡上碎石坡，水平距离总长4公里，需要重装爬升850公尺，一般人大约都需要花费3到4个小时左右才能抵达九九山庄，所以这段路程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体力跟耐力。我们现在到 2.9K 了，终于快到了，已经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此时此刻的我真的走到每一步都是靠意志力在前进，而四五的脚也因为走了很长远的路，脚筋拉伤，导致我们前进的速度又变得更加缓慢。随着天色越来越暗，我们的向导 Taylor 担心我们天黑了还不能抵达九九山庄，所以他带领团员们抵达九九山庄之后，又马上回程寻找已经走到精疲力尽的我们，将我们身上加起来至少25公斤的登山包背走，好让我们可以减轻重量，继续往九九山庄迈进。You guys okay？ 你们还好吗？怎么了？很累。绿豆汤，热的，先喝一下热的东西。时间333哦，小海拔，2706，慢慢走，然后后面有人还没跟上，我们要等。好，泰勒早安。哎，早安。现在有多少水？你们跟我讲，你们背多少水？一瓶水瓶的多少那个容量？两千左右。你，然后你是带一个水瓶，水是多少？大概600-700。这个不够，你们总共2.6。对，还有容器吗？嗯，还有水袋。我们看到大坝了，终于大坝在这里，旁边是小坝。现在还好吗？很冷，又很累。山上超冷。真的很冷。是 Taylor 叫我们继续走下去，我们才可以看到大坝。才看得到，对。真的，好想哭哦。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剪影啦，等一下希望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样子。对，等一下日出之后。对，应该有很高的几率可以看到吧。对，没什么影。太好了，运气很好。太好了。坝山屋了，然后现在对要喝热的，虽然说有出太阳，可是下面有太阳照的话，在山屋里面还是会冷，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下，不然也是蛮累的。现在几点啊？八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在这边休息完一下，就要再走2公里的路，然后会到大坝，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废一下空拍，也希望。拍到大景。我刚刚休息完了，然后现在在9.6K， 在2公里就会到大坝，继续前进 ，Go！ 耶、yeah, ，我们看到大坝了，这边是。跟500元钞票一样的位置，对，传说中500元就是在这里取的，对，一模一样。我觉得他那个摄影师应该站在那个位置去拍的，对，超壮观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山脉，这边是大坝尖山，然后右边的就是小坝尖山，对，然后中间那边是雪山，北峰，雪山北峰，然后我们要再往上一点走，去看更近的角度，或是直接走到大坝的下面去看看。
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。因为这边我们刚刚判断觉得风太大，然后有一位朋友他刚刚在那边飞 mini， 然后就直接不受控，然后就自己就是降落啊，然后差点飞不回来，还好是掉在下面的那个还好捡的地方。对，还好捡的地方。是你们要飞空白机吗？I'm so scared. 很贵，对不对？很贵，这台比刚刚那台还贵。看到人家这样子，我们不太敢。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想要回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再从远处的地方看大坝。那希望可以拍到好的景色。那这边我们就用360来呈现给大家看，真的超近的，超大的，而且好壮观哦。就人在下面的话，会看起来非常。渺小。对，等下飞空拍有飞的话，大家就知道。对。山屋了，我们今天运气超好，我们刚好在下雨之前回来。对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第二天的难易度比第一天简单一点点，因为其实我们最后回来，从大坝回来之后就变成是下坡了，所以其实就没有第一天那么累。因为我觉得第一天最累的是那4K，走到非常痛苦，因为那时候是我们都是重装，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我轻装他重装。可是我觉得虽然是重装，虽然是下坡，但是它下坡的话就是一直都是给你下坡，而且是有一定的陡度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下坡膝盖比较不好的人就会蛮吃力，像我今天就是背比较重，所以下坡的时候其实我的脚趾头跟我的膝盖都觉得不太舒服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好几度都是被那种已经捡完四座山的人超车，我们只捡一座，然后可是我们还是输给那个有去爬其他山的人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速度其实真的蛮慢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尽力的把它走完。我觉得没差了，就慢慢走就好了，反正这也不是跟别人比什么。对，反正最后就是有看到大坝，我觉得就很开心。对，还有飞到空拍，因为中间还想放弃。其实我第一天就很想放弃。好险有爬上去啊，不然的话。今天的风景都看不到，而且我们是刚看完之后，然后下山，然后就开始起雾，所以其实真的蛮幸运的。就是算是出大景，然后出大景完之后就一片白墙。对，对，就是完全就是完美的错开。对，对，所以真的蛮感谢老天爷，就是有让我们看到大坝，不会带着遗憾回去。因为我觉得真的很痛苦。我只能用很痛苦三个字来形容。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上去爬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有下一次了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我们等一下去吃饭咯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我们现在刚离开九九山庄，现在要往回家的路上了。对。然后现在时间大概是7点快8点吧，然后
我们等一下就是直接就是下 4K 之后走 17K 的大陆林道，就结束三天两夜的大霸尖山的行程了，太开心了。三林老师，不行啊，这个哪有这种姗姗来迟，绝对反对大陆林道接驳，我们都听过了，你们也要听，确实。啊，四个三哦，我们捡一座而已，啊，捡一座而已。啊完成了！我跟你讲，大家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。我其实推荐来啊，但是来的话你要准备好，要抱着必死的决心，腿会炸掉。然后你可能隔天大概会有近三个月不会想爬山。三天两夜的大霸尖山之旅就这样迈入尾声了。这几天下来，我感受到自己在三月之前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脆弱。因为体力不支，导致爬山的过程非常艰辛，甚至濒临放弃。但是每当看见山友热情地认出我来和我合照，我又告诉自己，就算再累也要努力走完，再累也要拿起相机继续记录脚下走过的故事。谢谢 CA 的登山邀请，谢谢所有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，谢谢四五和我一起坚持到最后。这是我们的第四座百岳。完美中又带点不完美，也许哪一天我会再回来这里，继续和你分享我在大霸尖山的故事。如果喜欢这样的登山记录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我是台湾女生 Michelle， 我们下周三见。三二一，趁年轻干大事！下山耶！